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。 Yes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都花多一两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呢真的将我们的心去敞开。哎，我哋好想咧，今日有一个不一样嘅敬拜。系啊，主圣灵，求你去先打开我哋嘅心，打开咧我哋嘅眼睛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系啊，主喺启示录里边咧，你曾经喺你嘅话语讲过，你话。使徒约翰他曾经领受，他面对面这样跟你说，他说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是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是啊，主，我们就是你所创造，是主，我们现在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是愿意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，成为一个活祭，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。是啊，主，将我们的心打开。哈利路亚，希拉拉巴利亚，希拉拉巴利亚。姊妹，我不知道呢，即是这个礼拜你经历了一些什么的事情。是啊，让我们都花一点时间，你去回味啊。是啊，回味呢，这个礼拜你所经历的。我们不是去回想，我们去回味啊。是啊，当我们回味的时候，是可能里面呢有甜酸苦辣。是啊，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感受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有一样东西我们一定经历到，就是感恩，就是感谢。是啊，主啊，因为你是创造我们那位，并且你是爱我们那位。是啊，主，我们多谢你。等住埋我哋，我鼓励你啊！你喺身边隔篱或者前后左右，你试下揾一个人同佢讲，同佢讲一样嘢，就系点解你要喺呢度敬拜？你因着啲咩嘅感恩，你嚟去敬拜主嘅话，我哋可以啊，可以你同附近系啊一齐嘅献上我哋呢一种嘅感恩感谢。我三次想要，愿与你。
一生热门，永相交，分分秒秒。主啊，你是我身心的拯救，就算永远高歌赞颂你，也都不会够。阿门，系啊。主啊，你是我身心的拯救，就算永远高歌赞颂你，也都不会够。系啊，主我哋咧要一生一世咧嚟去赞美你。系啊，你嘅指纹就喺呢度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爱慕你，我爱慕，我教主愿心切慕，要更多知你美意，得知因主所赐。心里话，你早知知坦白，话你知一生归于你，我所有都归。告诉主子，阿门。得因主所赐，心里话，你早知系啊，你知道我哋心啊，主。话你知一生归于你，我所有都归于你，永美至尊主，永美至尊主。我心只想要，愿与你一生结伴，永相交，分分秒秒。主啊，你是我身心的拯救，就算永远都我赞颂你，也都不会够。主啊，你是我身心的拯救，就算永远高歌赞颂你，也都不会够。永美永美永美专注，我心只想要，愿与你一生结伴，永相交，永美永美至尊主，我心只想要，愿与你一生结伴，永相交，分分秒秒。主啊，你是我身心的拯救，就算永远高歌赞颂你，让我哋扬起我哋声音，大声唱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是我身心的拯救，
弟兄敬拜你都不够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唯美之主，我心只想依，愿与你一生结伴。永相交分分秒，永未止绝处，我心只想要，愿与你一生结伴，永相交分分秒。主敞开我们的心，让到你坐在宝座上面，是你悦纳，你享受我们的敬拜。
在以我哋自己为中心嘅主，我哋以你为中心嘅主。在宝座上，荣光充满天地，主是配得赞颂，崇高高过诸天。再来啊，主你坐在宝座，主坐在宝座上。光充满天地，主是配得赞颂，崇高高过诸天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列国强。高人，万山多强，你跪拜万主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国强你苦国，万口呼喊，你杀高人。再扬起我哋声音去呼
呼求耶稣，耶稣敬拜你，耶稣圣灵公义，耶稣满载光芒，每一生翻开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圣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，我要不惜一切顺服你分事，全情地献上作活祭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圣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面，我要不惜一切顺服你分事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。将我的生命呈现给主，离开你，我们就跌在黑暗的里面。是主，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的生命。是主，我们需要你保护我们。
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，我要不惜一切顺服你分事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。让我们都进到神的光里面，进到神的保护的里面。让我们就得着这一份的安慰。主，唯有你才是有我们真正的安慰，是我们真正的拯救。主，你是我亮光，是我生命的宝藏。话给主知，主，你是尊贵，你是可畏，是我的高台。主，你是我牧者，是我生命的安慰。主，你是拯救，你是宽恕，是我的盾牌。抬头吧，别再被奴役，克服吧，黑暗都可以从压制里获释放。你国要将，系啊，让我哋抬起我哋嘅头啊！抬头吧，抬头吧，别再被奴役，克服吧，黑暗都可以从压制里获释放。你国要彰显，系啊，抬起我的头啊！再被奴役，仿佛那黑眼都可见，从压制里获释放，你国要彰显。我要一生一世啊，主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圣殿。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，我要不惜一切顺服你分事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。我要一生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圣殿。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，顺服你分事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人是要去到要上山去圣殿那里才找到神，才可以去敬拜祂。但今天神告诉我们，祂已经将祂最宝贵的圣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圣殿，都是神的圣所。祂将祂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上面，使我们不会忘记祂，
使到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话语，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而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以致到我们不会失脚，不会得罪祂的圣洁，以致到我们每一日都可以在圣殿那里去寻求祂，去寻求祂的面，祂都说呢，主啊，你是我山寨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拯救，你是我安慰，你是我的保障，你就是我的一切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胆的，守洁心清的，来到至圣所里面，在神的面前，去到跟祂说，我们尊荣祂，我们爱祂，我们来到是要敬拜祂，我们要放低我们一切的前累，放低一切的罪，放低一切的怠慢、失望、羞愧、愤怒，所有东西来到神的至圣所里面，在祂的光照底下已经不再重要，因为有些什么东西是更加比神的爱、比祂的美善是更加好的呢？其实真的没有。所以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你的心，将你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，就让到祂的光来到祂光照我们，让祂今天真的藉着这个诗歌去告诉我们，祂有这么多的身份都是对我们所讲的，教导我们怎样去依靠祂，怎样在每一个生命的难处里面，我们去找我们的保障，去找我们的高台，去找我们的牧者，找我们的安慰，找我们尊荣那个神，因为是唯独祂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唯独祂是 worthy of our praise， 祂是配得我们所有的颂赞和敬拜的。阿门。在你圣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面，我要不惜一切顺服你分事，尽情地献上作对。是啊，这个成为我的祷告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圣殿，我要一心一意寻求你面，我要不惜一切顺服你分事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，尽情地献上作活祭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愿不愿意献上你自己做这个活祭？你想不想真的去到神的殿里面，每天去敬拜祂？今天你愿不愿意降服在祂里面，愿不愿意顺服祂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用你的掌声给我天父阿爸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在祂殿里面天天去敬拜祂。感谢主，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悦纳我们的赞美。要多谢我们的敬拜队，我们的乐队。